今日就由我伍立群介绍一下呢一个木星蝶月。呢一个木星咧，我哋望埋去系好清秀嘅。咁佢嚟讲咧，响呢度中间落墨，啊，响呢度跌断，再复起一个星体。咁我哋嚟讲咧。这个跌而复起蝶月就是在这一度了。外面呢还有一层护沙保护着它的，一路一路这样伸向前方来包围着这一个月体。那我们说呢，如果在这里位置望过去，即是我哋讲就是白虎转岸啦。啊，因为我哋向呢边望咧，嗰一边就属于右方，所以叫做白虎。白虎够长啊，咁青龙嚟讲咧，因为我哋而家企咗喺呢个位置，因为太近啦，嗰个山体影唔到。咁如果向前边嚟望咧，都是龍虎包抄的。那我們講看看了，再來看看這個木星那個星體啊。啊，這裡有幾重沙的啊，那一路一路來講呢，中間落墨跌斷再復起啊，各位慢慢睇睇，就係呢一個位置了。